好啦，各位好啊！而家就系现时就系呢个深水埗警署嘅，可以睇到啦，深水埗警署。咁就大家可以睇到啊，示威嗰度啊，呢度又写住啊，啲标语又俾人啊，俾翻警察啊或者其他人啊，整翻干净嘅。咁讲翻声呢个警署先啦，咁就啊，1925年落成到而家嘅。1925年落成到而家呢个警署，跟住其实啊，比呢个油麻地警署真系迟少少啫，啊就完成咗嘅。咁你可以见到啦，呢度英文写住啊深水埗，隔篱又写住 police station 嘅。咁啊就喺嗰阵时，日本仔打到嚟嗰阵时啊，呢一度位置咧系一个战俘营嚟嘅。咁喺啲网络嘅图片都可以见到咧。呢一棟建築物咧都喺度噶啦，嗰陣時咧就係俾日軍，我都唔記得咗咩部門就係做咗辦公室咁樣嘅嚇。其實呢個大家都可以見到啦啊，因為因應近期嘅示威啦，咁樣就佢個門口又加咗啲水馬喺度噶嚇。啊，咁啲窗門唔知係咪啊俾人抌爛咗，好似天水圍警署咁樣啦。咁有幾個？啊！呢、這個位置咧，就係、是、啊，啲警察就喺上面發射啲催淚彈啊，就喺嗰個啊黃色招牌後面嗰度啊，做一個掩護，去向住呢條街度啊，啲市民度發射嘅。隔離後面就係西九龍中心啦。好啦，今日時間係咁多先。OK， 拜拜。